从小书房里就有张地图，我会在地图上面辨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觉得说有一天我会亲自走到这些我曾经看过的地名里面，看到它更加丰富的一面。你会觉得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社会，一个拥有很传统的华人文化的社会，再加上这么多年的殖民统治啊，英国人的一套很完善的法治的运行，特别是九七之后啦，就是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一系列的种种的新闻报道也好，就会让我对这个社会的现状啊，它的过去更加有兴趣。那么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过来可以念书。陆飞南，内地高材生，前年考入南京大学法学院，读咗冇耐，佢就放弃呢个得嚟不易嘅学位，申请到香港大学读法律。香港在之所以说它的法治成熟，我觉得不仅是说它有一套很健全的制度，就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整个社会对于法律的信赖。这是我觉得最最可贵的地方，就不仅仅是rule by law， 是 rule of law，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所谓法治的精神的本质所在。骆家云在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读了一年之后，亦都转到香港大学继续进修，一常在香港最高学府的校园生活。中港两地法律体系有很大分别，香港行的是普通法，内地以大陆法为依归。去年有13个内地生到香港大学修读法律。我觉得说必须承认香港的司法一定会比内地的要健全，那我觉得所以希望能够到香港，在我现在作为一个法学学生刚刚开始接触法律，很多最最初的一些律师最基本的一些职业观啊、道德观啊，你自己对法学的一些内涵修养认识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我能够希望接触一些更先进的一些东西。So Article 22 cannot lay down a kind of procedural restrictions on. 你所学的东西不仅是一套知识的本身，更多的是一套方法，一个视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在一个很国际化的环境里面锻炼，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人，看不同的事。我觉得，当你有这样的能力之后，做什么都不是一件问题。左后卫是杨涛，右边是大凡。左边是周亚峰，一二三，走！中文大学呢日举行紧一场本地生对内地生嘅足球比赛。最近五年，越嚟越多内地生嚟香港读大学，人数由2000年300多人增加到今个学年1300人。张占兴，新闻系二年级学生，前年本来喺内地考到读传媒嘅重点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在亲友力劝之下转到来中大新闻系。来到香港开课之后，张占兴才第一次听到传媒原来并不是内地所讲主要是政府喉舌，而是要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然后是老师上那个媒体道德那个课，
然后我们的 professor 说的，然后说了一下子，就当时听到就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就说媒体最大的责任，我们最大的责任是监督政府那样子的说法，那我就觉得一下子哦，原来在其他地方就是可能媒体有这样一个定义，那和就是我以前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内地生认为香港难得有新闻自由，但是本地传媒就没有好好珍惜，他们觉得很可惜。那这张图片就死者这样子拍出来，不觉得很不尊重吗？我觉得你可以讲这样的自杀事实，然后说他跳楼了，那谁都可以想象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你何必把他这样拍出来呢？包括它里面一些用词啊什么的，感觉上就是有点像那种二流的小说，它这样放出来肯定就有一个吸引人的效果在那里嘛。而且香港怎么说呢，比较自由嘛，那个风格媒体自由啊，什么也自由，所以就是这种东西特别多，那一个看就有第二个看，那大家都看了，那觉得看一看也没什么。香港说作为一个亚洲的国际都市，它天然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信息交流平台，真正翻到说国际版可能只有两版，而且即便是这些国际新闻，它讲的也是国外的一些很软新闻。我觉得可能说香港人还应该更加有世界视野一点嘛，他不能说香港香港香港。国内的报纸它有一些在世界新闻的报道上面，它会给你这个事件，然后它会给你很多的背景，它的历史啊，整个地区包括它的地理它都会讲，然后就会因为你一路这样跟过来，你就会对整个事件来龙去脉都很熟悉。陆飞南在香港大学读完第一年，有机会跟执业大律师实习，实践书本上学到的知识。Hi，Hello， 来坐。你好，考完试没？考完了。我的师傅比较特别，是梁家杰先生，所以他会给我带来一些很多就是第一手的，不仅是法律方面的，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东西。最近这个政改讨论呢，我哋都有提過，就係關於呢個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第25条，一個普及和平等的選舉，你有冇咁嘅睇法咧？其實 basic law 都有講，我哋要 adopt ICCPR 咯。所以我都唔明，其實即係有冇如果係即係 breach 咗咧，會有點樣後果咧？我覺得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嘅，好似 Louis 咁樣，咁佢喺內地長大噶嘛，佢。即係切身感受到內地嘅制度係如何運作，內地嘅法律制度同香港有咩分別？基於佢哋對兩地嘅明白同埋了解咧，係可以將呢兩個制度好嘅地方係互同埋壞嘅地方咧，都可以互補長短。嗱，我諗我哋睇一睇呢個啦，可能有個 case 啱用啦。其實阿 Louis 咧就唔係我第一。个收嘅内地嚟嘅读法律嘅学生，佢哋比一般嘅香港大学生系成熟一啲，佢哋嘅思考系深一啲，逻辑性相当强。即系其实我哋开门开得太迟啊！内地有13亿人，叻人一定多过香港700万人好多噶，吸引佢哋嚟咯。仲有个好处，呢啲譬如有 Louis 嗰啲喺香港读完嘅，佢可能会喺香港搵到份工咧，佢会愿意喺香港继续留港。去服務啦，你都應該開放個門戶，令到香港成為世界人才聚焦嘅地方，呢個先就係香港嘅未來啊嘛。喺香港培養一個大學生，每年成本要20万，本地生每年交42000元學費，而非本地生係6至8万，政府每人要補貼最少12万。
政府不断增加招收内地生的学额，去年新收的名额有900人，比前年增加接近一倍。过去两年政府又额外拨了9000万奖学金，鼓励各院校收取内地生。如果你有成日话又话我哋要加学费啦，又话唔够宿舍又成咁样啦，但你又要加咁多落嚟，又要政府资助，即系资助一啲人同我哋竞争，我又觉得唔太好。佢哋系即系令到本地学生嘅学位真系少咗，因为本身本地学生经过预科已经即系已经得一半人上到大学，咁会觉得系咯，始终都系有少少剥削咗本地学生嘅机会咯。而家就因為咧多咗唔同內地嘅學生嚟香港咧，反而其實我哋會係不停，即係不停會去增值自己添咯，更加會咯。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內地學生都係好叻咯，即係我哋一定要更加叻咁樣咯。先教死精神，一个就是 strive for the best， 搏进。骆家宏是今个学期千三个来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尖子之一，他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了一年，都不及得来了香港大学几个月对学校这么有归属感。團結一心，團結起嚟咧，盛裝裏邊冇嘢係做唔到嘅。內地，他告訴你說，你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你沒有的選擇，你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然後這個學校好，就是你好；這個學校不好，那你也就不好了。你住到仙江府之後，你必須要付出努力去維持，或者說是延續。先这样子的这种优良的传统，那这个时候他跟我的关系就更紧密了。一个在哪里的？因为我是想分成这样，就是说前面这段播了以后再播，就分成。可是我怕你前面这段讲太长了，然后他们。张坚兴在中文大学新闻系读二年级。他很欣赏本地生这么积极投入课外活动，不过作为自费生，父母每年用10万元供他来香港读大学，他始终认为学业才是最重要。因为在这边时间实在太贵了，我们如果算一下学费的话，会发现这边每一分钟其实都是挺贵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聊天吹水可以，但是不要在那种时间了。我们都回去都笑着说香港和内地有时差，为什么？因为到这边之前在12点睡已经觉得很晚了，过到这边早在1点钟睡的时候，但我问你你昨晚几点睡，我说1点睡的，他们就会感叹你那么早睡干什么。就是因为这边很多很多活动都是晚上开始，特别是宿舍里有一些宿生会的活动，他们都10点开始，那10点开始到宿舍活动结束也差不多12点11点多了，那你在自己可能上上网啊，做做作业啊，然后和同房聊聊天啊，自然而然就到1点钟了。这个其实是两倍作息时间嘛。爸爸说你要开心一点，妈妈说你要漂亮一点，因为这里是大学。我只想多睡一点，规律一点，充实一点，自在一点，因为这里是大学。陆飞南至少渴望有机会踏足其他城市。两年前他由苏州来到香港读法律，适应了新环境之后，他开始踏出校园探索这个回归了中国7年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沿着那正街啊水街走下去，就是西营盘、石塘嘴，就是很传统的华人聚居地，很市井的，但是会让你觉得很温馨的市民生活的地方。再往下走，看到啊电车路是历史的一部分缩影，想到很多年前的香港，甚至说厦门皇后大道之前可能是英军登陆的地方啊。然后你看到那些卖海鲜的铺头，那些卖海货的，又看到一部华人的奋斗史。内地生入读香港大学，开始融入超过100年的宿舍文化，参加每个星期一次的晚宴同旧生聚会。内地比较少见吧，在内地 hall 的话，或者说是大学里面的话，可能他会比较强调学校的一些历史啊，或者说是他本身的一些声望这样子，但是大学会很少有一些类似于这样形式的所保留下来的大学的文化。昌祥冇咯，我系卢景卢景文，就你知道系。我系圣庄年嘅1962年毕业嘅，即系你哋出世之前嘅30年。生活在两个制度下的两代人，虽然年纪相差几十年，但是没有阻碍交流，还刺激落交魂，思考两地的民主路。我是意大利政府奖学金。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些东西重要到你是可以妥协的价值观，是一定有的，青年人一定有的。有些就很重视，譬如而家所謂民主嗰個理想啦，咁當然而家最大嘅關鍵就係即係香港同國內嘅關係，同埋嗰個價值觀，包括埋政治嘅價值觀。咁就睇下12月4日咁多人上街。看到12月4日的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游行，那些市民可能他只是说是举一些标语啊，然后每个人都是只是在路上这样缓缓的前行，然后可能喊一些口号。我觉得说民主应该来说也是每个人，可能说很多人一些他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在他生命中很重要一样东西，那你去争取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形式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其实从古到今这么多年，就是好像民主很少在华人的地方真正的实行过，所以我很乐意看到香港人这样努力这样的尝试。如果香港可以运行的话，其实对内地也是一个很大很好的启示，就是看这样的一套西方的东西它怎么样可以在华人的社会里面运行。你会觉得说啊，中国人是这么聪明的一个民族，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会有一个，我们会用一些更加科学的方法也好，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合理的制度也好，可能会就事情都会做得更好。第一次来的是看到这些有一定的震惊，因为内地不会讨论这些事情，然后也不会有报道。那其次我觉得说香港大学的学生能够有一个心态去关心一些民主事件，这种心态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说是否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看呢？过3.5，哇！你是谁？
工大会批注啊，批注就是要一刀批下去，表示一次要过。像进过饭就是学生大家考试前希望可以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内地的话，其实通常在考试前面是很紧张的，天天温书啊，然后泡图书馆啊，一级戒备这样的感觉。像这些活动的话，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好的，能够帮助我调整到一个轻松的状态，然后能够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考试。我是觉得蛮 enjoy 这些活动的。一场考试一场梦，梦醒总在考试后，半月枯坐一朝解脱。我毕业以后我想还是很有可能会留在香港的，因为毕竟说学的很多东西都是关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学法律来讲，它是很有社会局限性的一个东西，而且目前看来这个城市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还应该还没有到说做最后决定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多看一些，多感受一些。